绒毛膜癌简称绒癌，它分为妊娠性绒癌和非妊娠性绒癌。妊娠性绒癌常见于葡萄胎妊娠和非葡萄胎妊娠，比如说流产呀、正常产。非妊娠性绒癌男性也可以得，所以说绒癌的恶性程度极高，发生转移早而且广泛，在化疗药物问世以前，其死亡率高达90%以上。随着诊断技术和化疗的进展，绒癌患者的预后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。绒癌的病理特点大体是侵入子宫的基层，可以突向宫腔，穿破浆膜，单个或多个，大小不等，质软而脆，海绵一样的暗红色，伴有明显的出血坏死，镜下可以见细胞滋养细胞和合体滋养细胞呈片状的高度增生，明显的异形，不形成绒毛或水泡样结构。并广泛侵入子宫基层，造成出血和坏死。肿瘤不含间质和自身血管，瘤细胞靠侵蚀母体血管而获取营养物质。